这是宽润水平，一边大啊，比宽润比要大，真漂亮。孙子，打窝呢？打窝。今天一大早，凌晨早上六点就跟孙哥出来了啊，钓鲫鱼，长杆短线，现在打个窝，11米的杆子打窝。一会儿咱就直接就是长杆短线钓是吧？对。今天我也是过来抱着学习的态度啊，第一回这么钓。这是打窝神器，我看这个东西，哇，9米，味儿好大，等于是一个窝里边打两个东西，一罐谷麦，一罐9米。对，哇，期待啊！今天希望能有个好的收获啊！看着比较笨，效率非常高。那一会儿咱用哪个杆子钓啊？还是这个杆子？还是这个杆子，11米。对。用多长的线钓？大概3米多点吧。3米多点的线。哦、来，孙哥，你喝点热奶，让我帮你打个窝来。啊。我也尝试一下11米杆子打窝啊。哇，这个稳当点啊。好。这一罐该打什么了？打米。打米。钓鲫鱼必须得用这个罐罐，看着这个比较原始是吧？啊，但是这个效率非常非常高，台钓在这儿根本就不能不是个个。台钓跟那个没法比，不用打错。是这儿吗？对，我扣了啊。啊，扣吧。哎，抖一抖，晃一晃。好，完了。哎，孙哥，嗯，这是3米的线，用的是这个七星漂啊。七星漂，我看您这个钩这儿直接带个铅坠，这朝天钩啊。朝天钩啊，钓鲫鱼专用的、啊。我们国家钓鱼里边的国粹。国粹，来吧，开始吧，先试试你那个窝。今天不等了，说要等40分钟，但是呢，想验证一下刚打进窝看有没有鱼，挂蚯蚓是吧？对，来。每次上鱼都要收杆是吧？对对对，因为你打的是个点啊。夸夸把杆伸出去，中鱼之后回来把杆收回来，再摘鱼。一会儿咱俩做个对比，看你的长杆短线好使，还是我这个手杆来得快。看现在几点了？现在6:20。杆吧。好，就这儿。打到那个4米5的位置了啊，咱一会儿用4米5的杆钓。这水深多深？大概2米左右吧。可以。窝已经发的差不多了，半个小时过去了。今天用的还是4米5的杆子，1.0的主线对0.5的子线。第一杆扔进去了，看有没有鱼啊？哎，顿口来了，哇，鲫鱼，上两的啊。今天我带的国标秤出来了，这是1两。都说我不会看秤，我这俩钩都吃进去了，哇、哦，3-4两。3-4两，杆短了够不着，杆长了，上面竖碍事，看着没？又是一条发白，这就是野生鲫鱼。慢点儿。这钓了10分钟，已经有4-5条这么大的了。我感觉孙哥呀，刚才听他的声音，在那儿抽杆子的声音，抓抓抓抓抓抓抓，嘿，中鱼啊，抓抓抓抓抓抓抓，哎，收鱼。老弟，一会儿看一下，再看一下他有多少鱼，看今天谁能胜利啊？孙哥，咋样？钓了几个？钓了几个？累不累？不累。这打长杆的不累个？这杆很粗。哎呦天，刘凯那大板鲫都连杆了，是吧？嗯。哎，哎呦哥，你这么上鱼是不是得累着呀、啊，哥？累着，这就是有玩法。你碰到这种地形，别的杆下不去、啊。哦，是啊。那你11米的杆子，它也不是太软呀、啊，是吧？
这种杆儿算是高档，还有更好的。这杆子多少钱的？杆子一千多。一千多。这就是长杆玩长杆短线钓鲫鱼用的。对。哦，不能钓鲫鱼。这个绝对不能钓鲫鱼，这个特别大的鲫鱼都不敢飞啊。都不敢飞了。目前这个钓了最大的鲤鱼、草鱼有10斤8斤的没问题。哦，10斤8斤。需要有技巧。哦，明白了。蛮力这杆子肯定不行。甩个十几米的杆子，钓个一两二两的鲫鱼。是一两二两。哎，这个有大的是吧？这个不到二两，差不多了。嗯，这得一直收啊。就这种玩法。哦，就是这种玩法。一两个了。嗯。中了。有一两左右。哎，森哥那边怎么样？还行，还行。来来，老弟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你钓。你咋样？我去办个人生大事儿。拉屎。哎，聪明。走之前呢，顺便把这个垃圾捡一捡。上厕所的时候把它扔了。一到中午这阵儿呀，起着大风了啊，刮着大风，也没啥口，半个多小时了，一口没见。收了，收了，收了。看我们今天的鱼货。来。哇，有大有小啊，大的有小半斤，小的呢二三两一两都有，三四十条吧。走吧，过去看看孙哥的鱼货，看谁钓的多。哦，估摸着啊，孙哥没我钓的多，也没我钓的大。哎哥，哎，你这边咋样了？还行。看看鱼货。比赛结束了啊，看看。我的天呀！有几个大的啊？你的长杆短线，这个大，我去，一斤个，大多了，应该还不算最大的。我记得还有个飞起来特别费劲的，我天，可以，都可以。哎，我天，我败了，哥，你赢了。你这有多少斤？你上来，哥，估摸着得有10多斤了。这鲫鱼多漂亮，不行，太厉害了。看这多漂亮，这一看叫小短嘴笨鲫鱼，野生的啊。啊。我那儿也就三四十条小的，还是是吧？今天败的是明明白白的啊，被森哥盘的不行。下回我也弄个长杆短线钓。行了，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